稍微给镜头看一下，然后左边那边，而且它这边感觉明显是蓬起来的，它就分上下两撇，因为人体的脸是有弧度的，对，所以你一整个有时候才发觉掉下来，它所以不织布的感觉完全不一样。一次要敷多久？我跟大家讲，基本上20到30分钟。是，我有时候敷到睡着，你也不用担心，不会掉，它不会再把水再吸回来。它很贴心，它连唇膜都有，上面的透明膜先不用撕，因为你可以用来对着你的脸型。慢慢的撕开来，超服帖。这个黄金面膜它大有来头，里面保养成分包含的其实它是纳米的黄金，比皮肤小1/2%哈。再来里面有珍珠、四种胶原蛋白、6种玻尿酸，全部都是由抗老医美整形中心他们专利研发出来的。敷这个面膜不是说给你滋润而已，你还可以拉全面的拉提。是老，因为满满的这种黄金哦，99.99，然后24K，然后刚刚我做的顶级的保养成分全部注入进去，你是敏感肌、痘肌、整形过的都可以做使用。